嘿、hey, ，我是民调熊 March Bear， 今天呢，我也是要来蹭开箱。那今天开箱的呢，是声音很可爱的帝王拿波。他虽然说要我叫他波加曼啊，可是我真的叫不出口。那我就是俗称他为拿波了。哎，拿波，你要开箱什么东西？这是我们今天要开箱的东西，游戏王的 RC03， 声音很可爱吧？据说一包里面至少都会有亮面以上，然后亮面以上的等级，然后。听说最好的是里面的配玉是12张半钻，三张是那个两张是雕钻，然后一张是黄金，就是感觉黄金都没人想要。声音很可爱吧？嗯、然后呢，那个这个是值得纪念的一集，因为我决定，因为我发现最近有一些朋友呢都会拿一些东西给我开，尤其是像拿坡啊，或者是他哥哥烧肉君，因为上一个千年英号也是他哥拿给我的。那我就觉得我要开一个新系列，叫做蹭开箱。蹭开箱呢，就是蹭你们这些朋友给我的东西的开箱，好爽哦！我不会那种很下趴的，就是割一刀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打开这样。大家不是都这样吗？我都直接把那个，我都直接全部撕掉。可是原本就是撕掉，然后全部打开就好了。没有，有些不是就是割一刀之后就直接打开。你说你就这样？对啊！盒子也没有留，你那边开成这样，这么骚干嘛？没意义。脏！直接呛别人，爽！我进来，我先这一件。哎呀，你现在在玩塔罗牌吗？我现在就是一人抽一包，准备。不要，我也要加入吗？我一个要开15包很累。为什么我要加入？我也要开15包很累。我先一人抽一包来看，压力很大、欸。第二个就是不用花钱的尬包，多爽！压力很大、欸，你屁笑、喔，没底耶！我都被逼着进去捡。等一下，如果你要这样，我跟你尬包的话，谁开到价格最高的卡片，请饮料。好啊，用我的钱尬包哦。对，用我的钱尬包，不是我的钱哦、喔。然后录音在这里，你对着手机讲没有用哦、喔。你先挑一包，来，好，我先挑一包。啊，这压力很大，直接开了。可是其实我根本分不出来哪一包是高单价的、啊。没事，就开出来。你只要里面有半钻以上就要看是什么。哦，是闪刀启动。哎、欸啊，好的、欸，闪刀启动。我可以拿来砸闪刀。爽哦，大补货哎。哦，幻创啊，这张很烂。哎、欸，我被打闪刀机嘞！幻创龙很烂。哦，阿轩一直想买的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可是阿轩已经买了、啊。什么东西？尽量。干，我有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有张。是半钻吗？强玉。你是强金吗？对吧、啊？我看半钻强金。哎、欸，好吗？我想要。哦，你想要是不是？恭喜你，恭喜你。价格，但价格普普。价格大概就是一包，那是因为降下来了啊。对啊，价格就是一包。你要想的是，我们现在要用还没降下来的价格去开它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我要把漏尿。哎，这都是我要用的呀。哎，之后可以组一副闪刀机了。耶！因为之前都舍不得买，有没有？原本一张500块，现在剩50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有的还是会有半钻还有价格。这张就是大概，我昨天看有卖到150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就是那也就赚回一包啦。而且我原本想说今天要在那个拿坡的胯下那边拍，因为他不想露脸，然后我就坐在他的胯下，这样我就可以拍到我的脸跟他的胯下这样。结果最后我变成坐对面，又不能骚扰他，决心碎。好的吗？对啊，是手坑呢、欸。怎么干成这样？我看。是一堵的哎、欸，一堵的巫术，一堵半万巫术，所以真的应该有价格喽。这样应该有价格，很美、欸，小白哦。虽然不是可以有，但是手坑也是很不错哎、欸。将赞，我快到黄金吧。嗯、你摇头，我很怕。超龙还可以的，还可以吗？超龙还可以啊，可是我觉得很烂呢、欸。可是很美、欸。可以混淆，整个画面都是小。听说这个，就是这个可以剪进去吗？听说这包里面最废的就是七皇之剑，你只要不要开到七皇之剑，什么都好。哎、欸，可是他这一次的那个好美哦。对啊，他不像之前的那个金边是里面很暗的、欸。我觉得是，我觉得他这整个打亮哎、欸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超龙壳的关系。我觉得他有改版，没有，我觉得他真的有改版。你自己看他旁边那个膜，那个亮度真的差很多。我觉得这张超龙还可以、啊。我觉得它整个有改版。我觉得这张超龙。来来来，二选一啊！我现在还有两张刁钻啊，我都很痛。
拜托给我灰牛的雕钻，一张灰牛雕钻就直接800块，真的哦，把它赚回来。这样就是哦，恐龙三角手，耶、嗯、耶、yeah, ，好多东西可以用哦，尽量回流，真的吗？是一组吗？跟哦，所以目前为止开的都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而且这种是重要的卡段子出来了。是雕钻吗？对啊，大捕获物雕钻啊。哦，是好的。这张还可以啊，这张那个。大捕获物不是大家都很想要的卡吗？所以就是雕钻应该还不错啊。对啊，这两张我觉得都可以啊。啊，这张是拿来打天行人，我用到的吗？这个就是雕钻嘛，因为它对啊，它旁边有那个、啊、不一样的啊，整个都不一样啊，所以、嗯、哦长这样。我觉得这张那个小 bug 会想要九包。哦，还有那么多、啊。对啊。挑一包，搞得好像我有花钱一样，搞得好像我有花钱一样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包开这一盒开出来都还不错，好像还不错。对呀、啊，因为灰流什么的该有的都有。对、啊，换装灰流出来喽！噔噔，两张半山手坑哎、欸，半山灰流出来喽！赚、欸、了赚了，可以拿几万红钻了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耶！哎、欸，好爽哦，好漂亮哦。等一下，我一定要把它拍起来，然后挂在旁边。它好漂亮哦！它超漂亮的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！这是不是跟原本长不太一样？对对，这是意图的，这是原本的是长这样。超可爱，这是原本的。哦，对呢，我怎么变可爱了？因为以前这个有点邪邪，啊、那个有点邪气感，可是这个变超 Q 哎！我把它包起来，你赚到了，好爽！抢到手开，开心，飞流。不是我买的，可是为什么会这么兴奋？耶、yeah! ！我被他先洗脑到，我都知道价格是多少了，我根本没玩啊，北七啊！好险，你知道我看到是什么吗？你刚才在讲，我就跟你说不要在那边立旗哦，史上最笨的卡。我跟你说不要立旗，你一立旗就中了，没事，你才是最危险的那一个。我有犯错规则，这些都可以丢掉了，不是、啊？不是，给我拿去卖。神奇奇，哎、欸，为什么、欸？可能还会有更好的东西在里面呢、啊？为什么半钻的都是你在开呀、啊？我跟你讲，我多希望这种运气可以拿在我的手游里面开呀、啊！他妈的，我手游里面连个屁都抽不到，这一包好。怎么了？怎么？怎么？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哒哒，你为什么抖成这样？哦，黑牡丹女孩，而且好帅哦，半钻的，超美的、欸。半钻的，这太美了！因为听说那一张好像这张很值钱，是不是？就是它原本那一张好像一张要20000金量还是什么？对对对、啊、对。然后现在就是变成改图之后，我不知道上面有什么，这样好漂亮哦，很美啊！还有半钻的，哎、欸，好，我刚好被那个半钻都是好东西。先封起来，先封起来比较重要，先封起来，先封起来。另外一张手坑哦，我家是风水宝地耶。啊！为什么手游都抽不到东西啊？等一下，还没有拆完，这个没有用，对不对 ？Hero 的，看我怎么一直在拿到笨小不干鬼丁。对啊，超火现在还蛮好用的。等一下那几包都你拆、啊。我已经不敢再拆下去了，因为我觉得好恐怖。好爽哦！我刚才想说，前面你拆两包都散刀，就想说水浮散刀来打好了。就后面越开越好。越开越好。等一下可以开心去吃晚餐。海龟，这是谁啊？哦，巨剑哦。哦，真的、哦。这就是我想要收的。然后那时候阿星叫我、啊、有一个什么暴走轨道，轨道车。这我不知道，这就是那时候阿星。等一下有一张恐龙摔跤手半钻。回本了！真的吗？回本了！这张很厉害，是不是？这张很贵。真的、哦。对啊，因为恐龙摔跤手就是。这张也是很，也是就是半钻，也是蛮有价值的一张。来，剩下就交给你了，那几包，你好像已经开始扛掉了、欸啊，你冷静一点。人家的半钻都是，人家的半钻是什么帝王之剑啊？等一下，先不要讲，这会立旗子。这是电子蚯蚓的半钻呢、欸，阿勋。哎、欸，是阿勋的电子蚯蚓呢、欸啊，他一定会很爱。这装套是好的。哦，半钻的三头技能，很厉害，是不是？哦，闪刀哦！我刚刚想说听不懂，原来画沙小。哎、欸，闪刀哎、欸！因为这张是原价，原本一张叫500，对，快点装起来。然后现在改150吧，因为通常500不是大概掉到150左右。赞赞，手会抖，你手太抖了吧？呜、哦，
限炮仪不是无限炮仪下面那一张骨头很痛苦。怎么了？很烂是不是？还是你刚刚的预言出？自己够。我就跟你说，你不要立旗子吧你。来啦，无限炮仪，旗子生效了，旗皇之剑，而且在最后一包出现啊。我就跟你说不要乱立旗子吧，那么乱立旗子。不过已经回本了，我觉得已经很 OK 了。我觉得已经回很多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已经很 OK 了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我等一下人去谈价格，我不是那么肤浅的男人。你就是。你看，这就是我的心情写照。没有，你现在心情写照是很爽的这样子。这就是我的心情写照。你现在心情是这样吧？原来我比超级赛的还要超级赛。开店往下倒，然后躺着吗？果然就是笑死，一定就是因为有仆的冲杀蛇。欸、哦，好爽啊！可能怎么做 ending 啊？没有做 ending 啊，就这样一路录下去啊，录到我骚扰到你结束为止。王者小兵讲话，耶、yeah, ！他赚了很多，所以我可以尽情骚扰他喽。好，反正呢，我手上拿的这些，就是这一次呢最大的收获卡片。那我接下来呢，就是要帮拿坡呢开始装卡套了。然后你也有开这，卡套分掉。这个叫什么 ？RC03 啊 ！RC03， 你也有开这一套 RC03 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看到是不是七王之剑哦？我就会说废，好事。然后我就会帮你转达给拿破，然后再帮你呛他一下。对，然后不管你有什么想要跟大雄留讲的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有什么想要问的，我也可以帮你问一下拿破，因为我对游戏王不太了解。我觉得这一盒已经回本。那如果今天的影片还 OK 的话，请帮大雄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。那如果喜欢拿破的，也帮我订阅一下咯。然后我会帮你们争取到他的留言。拜咪。介绍词就是帝王拿坡嘛，我要拿哥吉拉战，我就烂，我只会露出这一次而已，露出不会啊，你下次那个还会有腰带啊，你还会再露出啊，我没有，而且腰带也是拍你的胯下啊，因为是腰往下，所以是你的胯下。你还开始了，可是我对没有错，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拍了，可是我的脸疯狂入镜嘞。那个不会，我到时候会把那一段剪掉，不用担心。